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1.4版更新公告三十季的更新梁新五星级村开放取用明朝1.4卡池村突破材料一栏，技能属性全曝光。明朝1.4卡池越来越近，两位新角色春登登也即将登场，各位漂泊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而说起1.4版本相关的消息，基本上也都被放得差不多了。本期就 1.4 及后续卡池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漂泊者们比较关心的 1.4 卡池开启了，在 1.4 版本中春登登也会 up， 同时也会有更新维护补偿的300新生的奖励。当然啦，之前提到的全新半新任务春武器投影系统新生还意象也会登场，各位漂泊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而说起 1.4 卡池新角色春技能武器的属性也终于来了，废话不多说，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春是湮灭训刀角色共鸣技能共鸣释放共鸣回路以及变奏技能都非常的有意思，武器的基础属性则是提供了 24.3% 的暴击，武器技能则是百分比攻击力提升，且造成普攻伤害时自身普攻伤害加成，想抽的漂泊者们倒是可以提前准备新生了。最后就是 1.4 卡池新五星角色春装武突破材料一览的情况啊，如图所示，还是那句话，想抽春的漂泊者们可以提前准备突破材料，到时候抽到直接突破还是非常香的。所以说各位漂泊者们的心声是不是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呢？明朝有关 1.4 版本方面的更新公告这次也正式公开了，来简单的总结一下这次的公告核心活动的看点。更新维护时间2024年11月14日4:00，2024年11月14日11:00 UTC 加8。更新维护补偿新生300结晶容积2，补偿入手条件2024年11月14日04:00 UTC 加8前创建角色且解锁，邮件功能补偿邮件领取有效期至下个版本更新维护前， PC 预下载开启时间2024年11月12日09:30 UTC 加8。本次的预下载资源大小约 30GB， 为确保解压缩以及后续安装等流程顺利进行，现已预留 60GB 存储空间。 1.4 版本内容简介：全新剧情半新任务春小径分岔的星海，全新角色五星共鸣者春，四星共鸣者登登，全新武器五星武器才春，四星活动武器星之矛，全新活动失去梦图梦境深潜主题活动深醉异想奇境，全新内容异梦聚合开放前行激战无双版周期挑战活动踏潮探历现实探索委托活动仿生战略2现实战斗活动拉古纳吉麦先行公约主题活动，其他全新内容新增系统武器投影深海异象异象缭绕之旗五星共鸣者春可通过徘徊迷宫近处角色活动换取入手，四星共鸣者登登可通过精灵与时节以及千机竹星野角色活动换取获得，活动结束后四星共鸣者登登将在下个版本永久加入角色武器活动换取角色武器常驻换取